那另外一个大家很关心的就是慈济案了。那慈济案大家也都知道，其实正反两方的意见都有。我们这边其实知道很多大湖生活圈这边，尤其大湖山庄街的民众，过去有过淹水的疑虑，其实都很担心慈济的开发案会不会再次造成淹水，这也是我们最担心的。所以我觉得说，像这样子的保护区开发案，一定要经过严格的环评的标准，然后来让民众杜绝民众的疑虑。我们也希望说，这个案子在我们大湖这边已经争执对立了20几年，希望大家不要再对立，能够和平，然后好好的凝聚共识。那慈济的朋友们会说，我们这个案子不需要经过环评，为什么一定要要求我们环评？这样是破坏原则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会认为说，今天这个案子就算不经过环评，慈济用一个说依照这个医疗、教育、宗教、文化的理由，就可以变更保护区为一个特定开发的社福专区，这样的理由也是一个变更原则的方式，也是一个破坏原则的方式。那我宁可慈济能够选择一个更严格的标准，也就是依照环评的方式来杜绝大家的疑虑，这是我们期待看到的。错呢，包括你高原化也是错。我做你父亲。做你父亲足足有一样，我67岁啊，你还年轻30几岁，你年轻貌美，心地也要美，不能靠我。这边有些反对者住在这里不久了，然后就组成一个叫什么社区什么很冷，他们都有目的的。你那实际愿意拿出来做些社会福利的工作，为大家啊做那些很好的事情，为什么不让他去做呢？已经把我们社区里面的资源回收送到慈济这边的智慧了。我认为他们慈济的志工人员啊，做人真的是很谦虚，所以我个人认为慈济是在做功德的，他们是做善事的。我希望大家要大力的支持，不要来批评他。慈济在25年前开始做环保，默默的做环保，一直推动环保到现在，总共有7万个志工。有5000多个环保回收站，啊，你听，可以听完人家讲，5000多个环保回收站，然后天天每一个人用一双手在那边回收，不是用嘴巴回收，是用手在回收。他们天天做的东西是谁的东西？不是我们家的，也不是他们家的，是大家全部的人都有，全台湾的东西我们都在回收。你们看看，他们是在做邪恶的事情吗？他们不是环保团体吗？所以大家可以平心静气看看，不是你嘴巴上叫的环保才是环保。今天大家都有环保意识，你也在做环保，我也在做。第二个，大家说慈济没有回馈，哦，慈济在破坏保护区，它破坏吗？这块地现在就是一个破坏的保护区。但是我没有看过这位大爷，哦，其实我一进来我就看他，我那个在睡的小姐，我唔知伊是几万，但是我希望你人睡，起码爱睡，哦。但是拄啊讲的，议员讲的，他的立场很清楚，大家都听得清楚，他在讲什么。哦，我希望你真正的去倾听民意。这个实际这个社区当时候在说明会的时候，我也听过几场，但是我老实讲，我们不要去谋杀我们政府驻都局官员的智慧，他们是非常清楚的，到底开花保护区可以不可以？刚才有位先生已经报告过了，可以不可以开花？哦，不是这一块哦，那一块什么？主东西那一块，那个什么，康宁国小那也可以变更啊。谁愿意花了十几亿去改造一个可以绿地森林啊，然后可以绿建筑？谁愿意？啊，财团？那你们愿意留给财团吗？不愿意嘛？对啊。对，那要福利台北市民。要福利我们内湖市民，那我想现在慈济他愿意花这个钱，然后把这个地方捐出来，让内湖市民的福利使用，你们说好不好？一大堆人反对，都以安全的理由，包括高院也是，安全的理由绝对是交给政府，不然我们养他干什么？我们赋税给他干什么？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政府，不然我们选他出来干什么？我养他干什么？所以安全的问题本来就应该交给政府负责，我觉得我们任何人都没有理由。那刚提到的一些安全的问题，那么我们也相信政府他们有很好的一些规划跟为我们的把关。那这个是过去跟现在。那我也是慈济的志工，
我常常在园区接待国际上的朋友，在我们这个园区呢，他们来参访。那这样呢，是把不管是台湾、台北或者是内湖区，都帮我们推向国际舞台。我们为什么不把内湖这一块地好好的让它来建设？然后你住在这附近，当别人说哦，台湾内湖，那你的房价自然而然都上涨。我们让这块土地，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以善以爱为宝的发光的地方。一直看到哈，就是有些人有心的人哈，确实哈要希望慈济一直哈搬离开内湖，那三番两次的这样苦苦相逼。那我实在不知道大家的用意是什么。宪法不是保障人民有什么居住的自由，那一直苦苦相逼要内湖的慈济离开这边。你们不喜欢那一些什么就是老人这些中心，你们不喜欢幼教中心，可是我们家需要，因为我会老，我需要这样的环境，你们不要，那请你们可以离开。市政府及法院的判决告诉我们，淹水跟慈济没有关系，就是因为这些土反而土不会去淹，反而是土去造成了水灾跟垃圾，造成了水。记得志工们，你们要加油啊，加油好不好？好。我看你都没加油呢，你不要来反抗呢。不能涵养水分，如果我们把它改成绿地、绿建筑，更能够去涵养水分。好。选不下去哦，选不下去哦，选不下去哦。啊，土地是租借的，啊，人伊要哪去是因的代志啊，啊，咱就爱去甲伊管了吼。啊，因就阁想讲，啊，租借是一个这么好的团体哦，啊，应该啊，咱台湾的居民吼，就爱吼真欢迎，啊，早就爱吼伊这个，入来咱这个内湖区这边吼。